人生要经历多少辉煌，才可以在市区拥有一套这么大的四房千仓观？在这个主人房，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主人房，也是很多女生梦想般的主人房。这个衣帽间看，足足有6米多长，旁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，双人的洗手盆，超大的淋浴间，这个空间的感觉真的是特别舒服。出来还有2米多的大床，环境的飘窗，山洞四洞那边呢，直接看园林，看泳池，这个景观真的是 beautiful。 这个户型165平，四房，朝北是一个儿童房，不管你家招商银行还是建设银行，都可以在这里梦想起航。来看一下这个公共卫生间，这个交标，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高，这个交标它比那个三房还要高。这个朝南的房间作为长辈间，百战少为先嘛，对吧？出来呢就是连接阳台的一个8米多的超长阳台，来看一下，直接在家里边过都没问题。OK， 南北通透，双阳台，后面呢还有一个生活阳台。来看一下这个餐厅，摆了一个大圆桌，对吧？家里边来多少客人全都不怕，还可以做一些酒杯在后面。这个厨房小是小了一点啊，但是够用。两个窗户明。在广东呢，最重要是配有空调，因为在广东做饭真的一个是熬夜。OK， 门口这边的位置看一看，进门口直接送个2米多的收纳柜，交标。右手边有一个多功能的房间，可以做书房，也是可以做客房。除了这个户型，我们还有122的三房，141的四房，还有188、226这种超级大平层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留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